你这是，这是什么？你以为要嫁给你啊？你闭嘴！华信，我快要成亲了，过来给你看看。我知道，我听说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要你管！ 只有我一个人来，你看不到新郎了。我才不想看什么新郎。好看，姐，我说了吧，是真的好看。 说了不算，你们说的不能当真。你又不信我，又不信他，是不是非要那个谁说好看，你才信啊？都别站着了，坐下说话吧。阿信，来取个字。取什么字？ 我还没出生的外甥，好。兰陵金氏下一辈是如字辈，那就叫金如兰。金如兰，好啊。不好，金如兰，听起来像兰家的兰。云梦姜氏和兰陵金氏的后人，为什么要叫如兰？兰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吧？兰是花中君子。 多好！喂，是我取，又不是你取，抬什么劲儿？好了，你知道阿成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让你取字这个建议还是他给我的呢。行了，你们两个都别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汤。 梦醒，秋花。